同志们，我走了。嗯，拜拜啊。那个没事的时候别给我打电话了啊。有事儿，有事儿更别给我打，逢年过节发短信就行了啊。嗯，打电话贵。See you。哇，不是这么冷血吧？这人间还有没有真情了？大 boss， 大 boss， 大 boss 出现了，大 boss 出现了。小奥奥，你跑这么快，你是要去哪嘎的呀？跑？我跑什么呀？我这不急着去。你急着去？接你妈！距离7300，防御力7500，暴击力3200。Yes， 大 boss。点儿吧，你看花一样的小云吞。这饭菜吧，虽然是丁一做的，可是那小肚肚是你自己的呀。就是，你就当为爱情献身了啊！你献一个给我看看，我现在都快被那小丫头软禁了，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。我告诉你啊。咱可刚把这花姑娘从狼窝里救出来，组织上是信任你的，才敢把她放在肚子里，暂为保管 ，OK？ 麻烦你睁开眼睛看一下，你们是把她放到我的虎口，还是把我放到她的虎口？啊，对，这个主意就你出的。我现在是有家都不能回。干啊！啊！哎，吃，能吃。我们还是出去走走。啊！哎，小奥，你还没吃东西吧？哎，先吃点东西吧。我已经吃过了。那咱俩出去走走吧。走。嗯。哎，人生啊，半是蜜糖，半是伤。这申奥吧，虽然说是个富二代，确实沾染了一些沾花惹草的恶习。不过，我老觉得他这次真挺可怜的了。他哥几个啊，该出山帮他了吧？徒弟啊，这个申奥呢？只不过是你向前男友示威的这么一个工具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我说琪琪，咱呢这个剧本刚开始是这么写的哈，你呢认识了一个开白跑车的白马王子，让你原先那个白马王子啊充分的羡慕、嫉妒、恨就可以，咱们就得啊咔打住了，别往下演了啊。不是。韩剧里不都是这么演的吗？嗯，男女主角一开始假扮情侣，最后他们真的相爱了。我现在越来越有一种直觉，我们家小奥奥，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。
你能不能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？哎，你看这满大街的花啊、草啊、树啊的，你随便挑。就是琪琪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非得找申奥呀？你说这花花世界，你再找申奥这么一花花公子，你以后这眼泪还不得哗啦哗啦的流啊？干啥玩意儿？你俩，不会是惦记上我们家小奥了吧？就算是全世界的男人全都死光了，只剩下你们家小奥一个雄心，我宁可放弃人类的未来，让这个物种灭绝，我绝不会打他半毛钱的主意。这这就是啊，琪琪，你想啊，把你奉入那么一个淫贼的手里，万一再受了伤，姐们俩过意不去。你不就想找个真命天子吗？姐网上有人。妈呀，姐！行，那那啥，小奥保底儿，其他男青年可以自由竞争。那我的终身大事儿，就拜托给你们俩了。So easy， 拿着。每一朵单身的女孩，都是上辈子的折翼天使，现有天使一枚，功能强大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下得了木马，翻得了围墙，开得起好车，买得起新房，斗得过二奶奶，打得过流氓，怎么样？哎呀，真烦真烦。哎，你们说为什么每次都在你们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总是能有办法呢？如果以后呀，要是缺少了我这个 GPS， 你们可怎么找得到前行的道路啊？哎，你们说最近怎么没有琪琪的消息了？也不知道他约会的战果怎么样。据我分析，他被拐骗的几率还是很大。这拐骗他那人啊，肯定缺心眼。我看啊，他还没被卖了呢，就先把人给吃穷了。哎呀，还是绵绵的分析能力比较强啊。我怎么觉得我到了这个蜡像馆呀？怎么没有一个喘气儿的呀？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约会啊！嗨，马马虎虎吧。都约到什么样的大白马？是一群大白马，那还一个一个见，时间也不够啊。我说琪琪，你得悠着点，这找男朋友可不比网购。一包一包的往家揽，爱溜溜爱退退。哎，你要是认准了一个性价比高的，拿下，其他的呀都申请退货，明白吗？丁哥哥，我今天刚见了一个魔兽的高玩。高玩？高级玩家。哦。哎呀妈！我现在跟你们这些游戏盲简直都无法沟通了。他哪服去哪去的，什么职业？谁问这么细啊？琪琪呀，你最近约会的都是些神马人呀？我约会的呀，约会的有群众演员，退伍水手，动物园养大象，卡车。哎，上次约的那个体育老师呢？这个体育老师很可能会使用家暴。不是琪琪，我说你啊，我怎么觉得你约会这些人怎么没有一个正经职业？啥叫正经职业呀？
总比那些弄广告的强吧？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吃得比猪差，干得比驴多。这个是食人鲨，这个是龟鲨。成年龟鲨按照周期在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之间迁徙，这个不是鲨鱼，只是长得像鲨鱼。干嘛都这么看我呀？这是一个海洋学家告诉我的，我跟他交往一个礼拜，他居然让我知道了500多种鱼的名字。这个比你上次那个说相声的强，那个嘴皮子太溜，吵架都吵不过他。不是，听起来这个海洋学家倒是不错，没有家暴倾向，而且跟他在一起还能学点知识，是挺不错的。人家都50岁了。假的，假的，这个也是假的。这个仿的也太差了，一看就是现代的仿品。你最近约会的还有古玩界的高人啊？嗨，就是一个考古系的学生，就他整天哈，就拿那锤子就这么锤来锤去，锤来锤去，锤来锤去。我特怕他哪天崩一下给我锤过去了。看看，这交往一个月就胜读10年书，我也想约会。那是，我收获的还多着呢。哎，你们知道，太阳黑子，2012，大象的发情期，真是约会改变命运啊！我现在觉得吧，我已经彻底被文明社会所抛弃。真有劲儿啊！走嘞，老梁，哎呀，不算不算不算，有人帮忙啊！老梁欠我一顿饭啊，这就是证据。再来一盘啊！不来了。来啊！来，壮士，喝口水。不要，没。来吃个苹果。人的一生会遇到2920万人，而两个人相爱的概率只有0.00049，所以绵绵，根据我的分析，通过相亲定终身，机会不是很大。哎呀，想要忘记一个人，只有一种可能，时间跟新欢。如果说时间跟新欢都不能使你忘掉这个人，那也只有一个原因，时间不够长，新欢不够。你们说，这琪琪他今天又约的神马奇人呢？还能有什么奇人？无非就是那些臭男人嘛。不是，我说这孩子也忒气人了啊！他这哪是搞对象啊？这不乱搞吗？我一来，你们就变成这样了。看你面色红润有光泽。你最近……哎呀，老梁，哎，你想不想知道美丽的秘诀？好香啊！不过，怎么闻上去有股怪怪的味道？很显然，他今天约会的人是化妆师。你怎么猜到的？哈哈，不过他可不是一般的化妆师。谁呀？顾米啊，还是李希田呢？都不是。哼，因为他从来不屑于给你们这些虚伪的活人化妆。
你们吓的，我是开玩笑的啦。这个化妆小盒是我今天出去约会时候用的。那你约了多少人啊？哎，说出来给我们听听，我们给你参谋参谋。五个，这么多啊？嗯，50个。哎呀，徒弟啊，你这网撒的可够大的啊！哎呦，可是人家真的很难选嘛，这个太高，这个太矮，剩下的又太不高不矮了。什么叫太不高不矮呀？哎呀，烦死了，还有好多人没有约呢，要是错过了优秀的漏网之鱼，那我不是要遗憾终身呀？我看你是挑花眼喽。我没挑。这50个人是我从2012个人里头面出来的，这都够那个《非诚勿扰》搞好几期的了。《非诚勿扰》好主意哎，不过，咱这房屋大小有限。哎，我说琪琪啊，你必须要从这50个矬子子里拔出将士。啊，那我不是要辜负40个男人？哎呦，真对不起哦！你们鸡皮疙瘩都掉一地了，您先甭管这40个了，你先给我挑出10个。挑什么样的？当然是选那些条件优越的啦。什么是条件优越的呀？小丁儿，小丁儿，小丁儿，小丁儿。帮琪琪啊，赶紧定一个电脑打分系图，按照学历、身高、癖好、气质综合打分啊。择优面试，择优面试。如果是外地的，一定要注明男方要有5年当地的纳税证明，快点。好了。Good。拼快手啊！来看我多少分？学历3分。身高凑合4分，最后多少分？别急，癖好有洁癖0分，气质0分，综合下来，深奥的综合印象分是59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太准了吧！太准了，太准了，真的太准了！好吧。哎，来来，给我算。古装呢，不会是导演叫来我们片场当群演的吧？什么？他可是前两天刚刚穿越到我家阳台上，货真价实的故人。您看，您看，您看，那还打马赛克呢。估计是，这没法见人了吧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非诚勿扰相亲大会哈！鼓掌。下面有请我们漂亮、美丽、性感、可爱的琪琪小姐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大家好。我叫方琪琪，今年18岁，明年18岁，年年18岁。下面请看我们几个友人给琪琪小姐的评价。我叫魏绵绵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方琪琪是一个特别聪明、特别性感的女孩。这百度百科上都有，她全懂，星河都全懂，她校大的全说。那个秀外慧中，总有惊人之举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琪琪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女孩，跟她在一起的话，然后你一定会成功。琪琪吧，是我见过最傻的，比我还傻呢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抓住机会。琪琪是个格斗天才，反应敏捷，和她在一起，你不会。
会感觉到寂寞。少爷，琪琪是个天才。琪琪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琪琪真的假的？加油！别死我！局长把我，局长把我。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的结果如何。哎呀，八阿哥，我就知道你还记得我。七哥哥，我实不知此物玄机啊。太伤人了，太伤人了。休息一会儿，马上回来。那吃什么呢？梁茂才，刚才的那件是你捡的吧？这既有失误，既有失误。这就完了？完了？不行，我要求重来。这怎么行啊？这个可以行。下面有请下一位佳丽闪亮登场。这位小姐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叫齐祖儿，来自祖国大陆。那请问齐祖儿小姐，你心目中的白马是什么样子？她不能太小，也不能太老了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，就是和他一起慢慢变老。但是他要比我先走很多年，我肯定受不了的。齐祖儿小姐，别担心，到时候我来给他化妆，让他走得光彩。不会吧？他还真是给死人化妆的。他，不能太高，也不能太矮，体重嘛。为了后代人着想，不能太胖，也不能见风就倒哈。这样子没一个能成，这250块钱定金，看来都得退回去了。啊！你收人定金了？晚上睡觉呼声超过80分贝的，打呼噜放屁磨牙的，通通地球。小丑，什么小丑？哎，谁要是走了拿250块钱准备金，扣除38%。38%？谁在乎那点钱呀？人类多讽刺，交了250，还得被扣掉38，这不就是骂我们没有38的250吗？那个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来的时候家里煤气没关，我再不回去，那家里就烧光了。怎么不早说呢？还有我，那个我女儿幼儿园已经下课了，她可能正等着我呢。你都有孩子了，那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呢？我是个单亲爸爸，家里没别人了。光棍儿，光棍儿，小孩挺可怜的，你也回去吧。喂，快递啊，我不在家呀。什么？特别重要，必须本人签收。那你等等我，我马上回去。那个接孩子没关煤气的可以走。收快递的扣除定金100%。我不过是想要一套小房子，做一个小妻子，一起提着菜篮子，穿过门前的小巷子，饭后不用你洗盘子，可你得负责擦桌子，再生个胖胖的小孩子，可爱的就像小丸子，等你长出了白胡子，坐在家中的老椅子，
可否记得这好日子，和我美丽的花裙子，多么淳朴的爱情啊。七七，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姐妹的，你一定要幸福哦。快递错过了还可以打电话叫他再送，可是一个好女孩错过了就再也没机会确认收获了。不再分手啊，我也愿意。七哥哥，我愿意。我也愿意。我也愿意。谢谢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要感谢 DVD、VCD、MP3、ABCDEFG， 谢谢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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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左边是海，右边是岸，在中间。天上星星多了云里看不见，人心横道黑白相间站两边。哦，你的脸，哦，我的天，哦，男左女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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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爱你，可你爱谁我搞不清。看电影男主角要危险。左边是海，右边是岸，在中间。天上星星多了云里看不见，人心横道黑白相间站两边。哦，你的脸，哦，我的天。男左女右，男左女右，男左女右，男左女右。右边是岸，在中间。天上星星多了云里看不见，人心横道黑白相间站两边。哦，你的脸，哦，我的天。我爱你，可你爱谁我搞不清。看电影男主角要危险。左边是海，右边是岸，在中间。天上星星多了云里看不见，人心横道黑白相间站两边。哦，你的脸，哦，我的天。男左女右，男左女右，男左女右，男左女友。男左女右，男左女右，男左女友。